之前做了半年狐狸的研究，这个动物怎么反应模仿它？挂，马上连着再记一遍。这版妲己太顶了，演得太生动了。8月7日，电影《封神》第一部幕后花絮曝光，拉然为了演好狐妖，定期去动物园近距离观察狐狸，大概花了半年的时间研究狐狸的形态，每天认真练习狐狸的生活方式，才终于获得妲己的角色。都说他出场那幕很惊艳，演得很像狐狸，这背后是拉然两年来对狐狸的用心观察和模仿。电影上映前，很多人不看好这版的妲己，但去电影院看了的人都会被她的演技和美貌折服，期待拉然以后为我们带来更精彩的作品。我们长期拍了3000，排练了2000，对，为了那个不到2分钟，对，练了差不多2年舞蹈，对。